史，也是少数台湾原住民中从未迁徙的聚落。语言与文化的脉络皆与泛卢凯群有着极大的不同。2009年，教科文或联合国教科文国际组织则是将多纳卢凯语列为濒危语言。达特奈在多纳语是我们来唱歌的意思。学校希望借着歌谣的传唱，赋予孩子展现自我的舞台以及强化自我认同。全体师生利用课余时间，将歌谣与学校民族教育课程结合，使部落重要的文化资产得以延续。达特奈歌谣队采用自然发声法来传唱传统歌谣，用最自然、最贴近人心的方式诠释情感。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两首歌曲，让我们掌声欢迎多纳国小达特奈歌谣队。Thank you.
刚大家有被那个枪声吓一跳吗？没有想到是来真的吧？好，在我们要欢迎下一位特别来宾出来，就是歌手老师出来之前，我要先介绍一下，我刚刚看到了我们的监察院院长陈菊院长到了台下，请他跟大家挥挥手。谢谢陈菊院长，我们有这样子的音乐节，是院长帮忙的非常。